老伴走慢一点嘛，老伴，老伴，老伴你看一下，你所谓的老师是他们吗？老伴是吗？哦，是他们啊。哎，老师们，你们好。我的老伴说想要跟你们拜师学艺，可以吗？我凭什么要收你为徒呢？哎，你不要小看我们哦，我的老伴音乐性可是非常的强呢。你看哦 3, 2, 1 let's go。你看，而且不止这样子哦，他还带来一段非常厉害的舞蹈。乡亲们进来，嗨嗨，姐妹们，嗨，嗨，大家过得好吗？都准备好了没有？老师，音乐。Thank you.